王荣洲，高雄县嘉定乡人，国小毕业，十几岁的时候就随父亲到台东发展，至今六十多年。他也见证了建国里的兴衰变迁。现在建国里才一在建国里都要差差不多过来不会在市场都已经进去了，对铺路了，对咱地方的各所在这环境了足重视的。咱建国里的范围内底就是伫安庆乡路、甲宝松路，吼，啊，甲个越南咱这个临海路来，左手边中正路，吼，啊，我一头甲海边啊，这拢咱建国里的范围。但是那人口数，咱建国里有1638吧。富冈港新建后，台东港废除，建国里一度成为都市的边缘，失去港口重镇优势，沦为垃圾倾倒地点。这边地哦，原住较早是垃圾地，拢在用倒垃圾啊。原早较早遮嘛无地，较早这片遮就是溪坎，一个溪坎嘛。啊，溪坎伊阵啊，拢用倒垃圾倒到拢甜起来，安遮。你个炸起来，怎变成新地？这个所在都是给做老街的啦，给个老街的一个功能啦。随着时光流转，垃圾填出来的这块新生地，成为办理大型活动最佳的户外场所，又有国际地标坐落其中，是观光客必游的热门景点。位于海滨公园路口处的涌泉铺路，除了培养出李东新等泳坛名人外，也有不少妇女在经济困顿的年代，曾在铺路为人洗衣，赚取一家的温饱。咱台中的游园选址就是伫这块游园里出来呀。较早大家拍单家拢是在讲洗衫啊，啊洗衫卫生啊，啊伊个农民利用就最多啊，是节水啊。去铺路也着听我说啊，说兼拖，人个拢安尼嘛是有人拢在改造安尼，啊较清幽啦。太皇殿主祀太阳星君，由信众虔诚护持，鲜少对外募款。家庭来咱台东了后，庙做太皇殿，较早是太皇殿，太阳殿，啊要就伊起庙起来要入庙。也改做太皇殿，后世祖先是太阳宫。近几年来，里内盖起观光及办公大楼，临近海滨的菜园也经过市地重划，成为商业区，里内的繁荣指日可待。即卖三公上骄傲啦，啊那所在党发展了拢盖好啊嘛。啊，所以我有争取到的啦，有去斗下去做到，我都感觉讲我较有迄个成就感啦。